棒最美的今天是2016年的六月三号，掌声来祝福来庆典我们这对郎才女貌的对哦。今天是2016年的六月三号，红牌新娘哦，真的是努力又大方，新郎他呢也真的是运气又潇洒哦。两个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对吗？很认同吗？热情的掌声让我们听到好吗？潇洒，两个人呢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这段幸福又美好的姻缘，我想这是上天制定好的一段幸福又美好的缘分哦。在缘分的牵引下呢，让美丽的新娘认识了英俊的新郎官，两个人呢经历一段爱情的种种洗礼，从相识、相知、相守，一直决定此时此刻携手共度他们的一生哦。未来呢将组成一个新的家庭，更要生一群天真可爱的小宝贝哦。来宾朋友，再用您的热情掌声来欢迎幸福的小夫妻来到舞台上喽！好的，新郎新娘呢来到了舞台上，我们准备要来开启幸福又快乐的源泉，也就是到香槟塔的仪式。现场嘉宾朋友，有相机的，有手机的，赶快哦，为我们新郎新娘捕捉下这个幸福甜蜜的画面。当香槟酒缓缓地灌注在这个晶莹剔透的杯盘之间的同时，来宾朋友热情的掌声，请不要间断。香槟酒象征的是幸福，象征的是快乐。在这一刻，新郎新娘共同开启属于他们幸福又快乐的源泉哦。我们看到两个人呢，手握着手，肩并着肩，要共筑他们未来的甜蜜的爱之巢。也相信两个人会在爱里点亮，相扶相持，甜甜蜜蜜，一直到永永远远哦。再次热情的掌声，见证这一刻浪漫幸福的时分。好的，谢谢。